新山慈亲为主的父母恩重难报经音乐手语剧，慈济志工出钱出力支持，也肩负陪伴引导的责任。我们一直都是在叮咛慈亲，在这个整个的演绎还是排练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如数，就是身口意一定都要守好。筹备一年，最近几个月逐渐密集排练，每个人学习时间管理也必须追上进度。前几个礼拜是有练习手语的，可现在一开始就要开始练习教。有时候就可能接近考试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办法出席，我会跟他们讲一下，因为考试嘛，真的需要多点时间去准备，所以真的要在家自己练习，我就看住 video， 然后一直学哦。还有在新加坡工作的人，每周通车往返。因为我通常是拜五晚上放了工才回来，只有拜六的晚上才能参与练习，所以练习的时间会比较就是紧迫一点，也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次数，所以都要尽量的去珍惜这个练习的这个时间这样子。距离公演日期越来越近，大家在宽柔中学大礼堂实地定位，每一次都投入最恭敬与虔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刘玲妹、戴佳玉、叶秀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